哪儿的？车顶的，不喜欢看啊。那大姐那边看二人转的话，多少钱大概？多钱的都有，你进那个剧院之后，多钱的都有啊。啊，是就是说座位。对，进里座位是不一样的。哦。前排的就贵，后排的、中排的，它就不一样价钱的。大概从多少钱到多少钱呢？大概是，以前好像是最高价钱50块钱吧。几几年的事儿了，大姐？我在家那时候好像去那时候，有3-5年了吧。哎呦，那都不错。那比如大姐，咱们说一下，像，因为我们不了解嘛，就是想跟您聊一下，就像二人转经典的曲目，比如说都有哪些呢？就是比如就像京剧似的，它有什么这个？现在都是中国综合化了，什么都有，什么小什么歌曲呀、流行歌曲呀、小品呀、杂技呀，它什么都有。现在它不管是光唱二人转哦，就是开头戏就是来一个二人转那个调来。给你开个头，完了之后什么都有，也不管是唱戏了。现在那没错，混合了都，真是，你什么都有了。嗯，那真那还挺便宜的。不贵，不贵，因为我们的地方消费它是有限的。您那边的平均工资？工人工资不高，大概呢一个大概工资就是按就是那个。那什么好一点单位那样式的也工资也就3-4千，4000块钱拿过去的。是是啊，大基本的啊，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那不大的，工作压力吧，对我们消费也是低的。是，对我们吃穿的带消费也是低的。哦，那房价也便宜吗？那得便宜啊，房价便宜啊，大概多少钱？非常便宜啊，我们那个房子才草地段的才18000一平。哎呦，城里的那个。就是啊，就我们城里，就我们最好的地段，就是18000一块一平，是最贵的了。那真是生活压力也小。小啊，生活压力小，因为我们小城市。真是啊，那真不错。不错啊，我们的压力不大的，生活水平也挺好，挺好的。完了，穿呀、戴呀、吃的都挺好的，吃的也非常实惠，穿的也非常时髦，完了也不贵。嗯，是那个小伙也精神，姑娘也帅，对，人都敞亮，都是敞亮人。中国人就敞亮，中国人爽快，对，就敞亮。